文猫头鹰鞋子如今的舰船制造业中，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了各国在引进更先进的工业设备时的第一选择。不仅是民船，就连老牌列强英国在建造他们的最新型航母伊丽莎白号的时候，就从中国引进了一台1000吨级的龙门吊，现在甩卖给了印度。英国还趁机坑了印度，小赚了一笔。而美国目前最先进的 DDG-1000朱姆波尔特级驱逐舰在建造时也使用了来自中国上海港机公司的龙门吊，可见中国制造的造船工业设备的实力和影响力。而作为当年拥有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的俄罗斯造船业，看着当年的老对手们都在热火朝天的造新玩具，咬咬牙拍板从中国引进了一个庞然大物。这艘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正是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为俄罗斯红星造船厂打造的4万吨级浮动船坞。它经过长途跋涉，已于近日抵达俄罗斯红星造船厂，不日将进入工作状态。众所周知，俄罗斯的造船业前景低迷，技术落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个红星造船厂正是俄罗斯政府试图重振俄罗斯造船业而倾力打造的联合造船企业中的一部分。在俄罗斯政府的设想中，红星造船厂在未来将能够承担驱逐舰和潜艇、航母等大型军用舰艇的建造和维修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座4万吨级的浮动船坞其实并非红星造船厂首次从中国引进相关工业设备。早在数月之前，红星造船厂就从中国订购了重型起重机等多台工业设备，他们也将和这座即将投入工作的4万吨级浮动船坞一道，成为该造船厂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包括本次出售给俄罗斯的这型4万吨级浮动船坞，以及之前多次出售给欧美国家的龙门吊、起重机等等，中国在这些舰船制造工业设备上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的水准。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50万吨级浮动船坞正是由我国制造的。这些先进的龙门吊、浮动船坞等等，都是各国在进行大型舰船制造工作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设备。可以说，欧美等国在近年的舰船建造工作中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很大程度上是拜这些中国制造所赐。并且中国已经通过利用中国制造成本价格较为低廉的优势，占据了大部分的舰船制造工业设备的市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舰工设备制造业巨头。从当年的白手起家，一路跌跌撞撞，几经碰壁，到如今的振华重工占据全球 80% 龙门吊市场，中国大型集装箱吊运设备订单量居全球首位。可见中国的工业实力已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当然，再反观我们的老邻居印度，希望他们的第二艘国产航母能够在中国产的二手龙门吊歌利亚，就是从英国那买来的那台的帮助下尽快完工吧，也好再向世界证明一下中国制造的实力。